再过两个小时我就要到洛杉矶了。现在离加州的话大概有500-600公里吧。已经睡一觉了，就十几个小时熬了吧，这个腿啊都酸了。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，另外呢
这边毕竟有一些重的东西啊，还是让男士进来好方便。我的左边这位呢没来，空的，我的左边是空的，所以我吧还是蛮舒服的。小激动，还有两个多小时，看来看。Unica 现在离我有260英里。Unica， 加州的 Unica。我坐的这个航班是南航的。叫广州飞洛杉矶 CZ327 吧，这边还有这个入境卡，看一下，待会要填一下啊。第一回出国还真的有一点小激动，我来等一下，找个杯子啊，要多喝水，在飞机上要多喝水，多喝水，干，有点干。所以我是很难想象，二战的时候这日本人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干到珍珠港？我还看见珍珠港了呢！我的天啊！从东京飞珍珠港起码要花6-7个小时吧。所以说，二战的时候这日本人真的是脑子有病了。跑这么远去炸人家，你不倒霉？我说你这脑子真的瓦特了，太大了太平洋。唉，除了我腰酸背痛，我来就要一杯水喝一喝。
进入世贸组织，中国才开始说经济高度高速发展。现在中国 GDP 13万美元吧，13万亿美元。2001年好像还不到10000美元，10000亿美元还不到呢。现在都翻到十几倍了。中国刚刚开始走向世界嘛。你说这二战的时候，1941年，日本就都干到世界了，直接干美国了，我操！直接开军舰干美国了，你想想，那太平洋真的是，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是，你看到的世界跟别人看到的世界不一样。时间到了吗？但是呢，这是同一个地球，你要知道人是不一样的，国家也是不一样的。船一开，飞机一飞，我估计二战好多天上的飞机吧，打完仗之后估计都没油回去了，因为太平洋太大了，真的是太大了。这么先进的 A380都要飞十几个小时。变化真的大，不敢想象我也能来美国了。不是说不敢想象，应该说不敢想象我能出国，更不敢想象我若一出国就进入美国。做梦都想不到，做梦都想不到，对，都不敢做梦。有人说到中国梦，不敢做梦啊，怎么做梦啊？